罔顾民意在闯关，工人绝食斗到底，工人绝食斗到底，为还新招委，为还新招委，书面说清楚，书面说清楚，过劳高工时就是现在台湾所有劳工共同的敌人，只要你是受雇者就必须要面对他，只要你是受雇者在台湾你就必须要面对过劳长时间工作这样的一个状况。蔡英文曾经承诺全台湾的工人，只要任何的工人的权益受到损害，他绝对不会把七天国定假日给砍掉。而郭芳玉在520上台担任劳动部长的时候，也跟大众讲七天假还给大家了。但是我们要现在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民进党政府全面执政了，但是我们的七天假日仍旧没有要丝毫的放松，仍旧要把它砍掉。郭芳玉片面的跟大家讲说他把七天假返还给大家，但是马上拟了一个劳基法修正草案，里面就是把七天假砍掉。他们的选票我想大部分来自基层劳工、基层农民，可是今天他执政了，今天他掌权了，他仍然是顾着财团打压劳工，尤其是我们这个劳工的七天假，本来这个是国民党政策，不晓得为什么民进党执政以后也跟着国民党继续来打压劳工。今天就是在里面卫环委员会要改选他的常委，七月份卫环委员会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因为公道，因为劳团的绝食抗议，暂时让所谓的民进党要推的砍价修法挡了下来。结果休会期间隔了一两个月，我们看到还没开议之前，行政院、立法院包括柯建铭民进党的总召就已经在放话，优先法案第一要务就是要跟全台湾的劳工为敌，要把这七天的假日继续砍掉。国定假日对劳工来讲就是实质的休假，就是实质的休息。谁不管是行政院还是立法院砍了劳工的国定假日，就是跟全台湾1000万的劳工朋友为敌。我们透过我们的联盟到台湾的各地办说明会，没有一场说明会有任何一个移工赞成砍七天假，所有这些移工都是低薪长期的被强迫加班，不是职灾就是猝死，七天假对他们来讲是最最基本的、最最基本的休息可能。洋洋洒洒的，有所谓号称这个弱势劳工的代表、社福团体的代表，到底这些不分区的立法委员，究竟是跟劳工站在一起，一起捍卫劳工的休假，一起来捍卫这个劳工反对过劳这样的状况，还是跟民进党、跟行政院一样，跟所有的资方团体站在一起，顺从党意、顺从行政院的旨意来砍这个七天假？这个地方，同一个地方，这里发动了绝食。然后，刚刚一直有媒体朋友跟我们讲冲进去了，跟大家报告，该冲的时候我们一样会冲。2016公投绝对没有在怕冲的。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我们冲，民进党执政时期我们要冲也该冲。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民进党政府，今天如果全面执政，还是要把我们架砍掉。我们希望这位记者大哥跟我们一起冲，好不好？冲我就冲啊！七月份的时候，明明是卫环委员会的开会的时间，结果竟然是由柯建铭，我再讲一次，民进党总召柯建铭直接带着卫环委员会的，本来想要离开卫环的办公室，另外找地方开会。为什么是柯建铭？很清楚的，前一阵子工商团体大老板开出要跟政府协商的几大条件里面，有一项非常清楚，就是直接点名，资方直接点名，要由柯建铭，民党立院总召柯建铭
出来敲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边公开的讲，民进党总召柯建铭，他这一届是透过选票选出来的。如果他有胆，他有胆担任资方赋予他的责任来敲这件事情，把七天假给砍掉的时候，劳工团体绝对会发动新竹的劳工朋友在新竹他的选区发动罢免他到他的服务处进行抗议的行动。如果立法院他还是要强渡关山，他硬是要把我们现在砍掉的话，在卫环里面还要强渡出审的话，我们一样透过绝食，甚至在9月28日民进党党庆30周年在圆山饭店召开中常会的时候，我们也会上圆山饭店来要求这些民进党踩着人民上去，民进党来面对一下这些基层老百姓。